这不会打不过吧？拿了吧，这可以接受。感谢修钢的地主，还有六分钟开奖啊！你把人抓起来按 Q 试试，什 Q 是什么意思 ？Q 是什么？切换视角啊！吴亦凡，这把玩吴亦凡，忠贞一致。还有五分钟开奖，想参与抽奖，抓紧时间了啊！还有五分钟开奖。除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啊，谢谢绿茶雪不雷。一个没打死啊。啊，打死了一个，还行。我多么希望这波是皎月变成两星英雄，不过没事，他还是很垃圾的。先来个春哥吧，其实上俩御剑仙能厉害点，还行，没输多少。你说我现在给上个腰带能行吗？估计够呛，上腰带这皇子也打不过，这么地儿吧。没有来塞拉斯啊，先给上个春哥。现在铲子好多哟，真的每一轮感觉有铲子他们都不太爱要。我现在我发现可能是要铲子的阵容比较的少，现在全是杰跟那个吴亦凡，
要铲子的比较少，他们都不要。你也月神呐？咋这么多月神呢？不要了，拉倒吧，别扯犊子了，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别扯淡了啊！不扯，别扯淡了，不玩了，没法玩，根本玩不了。他吴亦凡装备这么好，天哪！谢谢小迷弟爷爷，福星加强了，那把第七了，那把第八也是个福星，第六也是个福星，第七是我们六七八。哟，恭喜孙悟空蓝莲汉海鲜大餐一枚，可喜可贺啊、哦！可喜可贺！阿卡丽要他干啥呀？这没用，这不要了。阿卡丽没啥用，我发现这吴亦凡挺乐意升级呀、啊，每一波都是他升，发现没？太能升了这。别给我吃了！哎呀，这没打过，我的天哪！这其实根本不应该打不过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波是必赢的。重装战士赫卡里姆，剑魔老母驹加重装银马，不行啊，重装银马没锤石厉害。剑魔可以拿，皎月我应该拿一下，其实这个撇，这个撇，这个撇。我们有两套阵容，一我们可以玩御剑仙，在没有月神恶飞流失的情况下，如果选秀之前没有出一个月神，我们就给换了啊，我们就换御剑仙玩。如果在选秀之前他出了一个，那我们就不玩御剑仙，我们就玩恶飞流失。撇个冰女儿吧，不要了，来，你大爷的，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
我经济不太好啊，我这底下东西有点多呀、啊。下步不来，咱就撤退，赶紧撤退。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，不要再次逗留。这把月神特别多。莫干了，我小弟一下，我再递一下，最后一下，不玩了，稳。夜游装备不行啊，夜游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夜游的装备太次了，那咋玩啊？这边拿全套好了，应该拿全套的。仔细想了一下，还是应该拿全套。我本来没想卖这个瑞文的，直接给我扔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就给我就撇了呢？就我也没想卖它呀，一下给我撇了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我们应该要进入一波连败了，因为没有莫干辣，没有伤害，也没有刀锋，啥啥也没有。我现在急需一个莫干辣或者是刀锋，严重需要，急需。我这谁也打不过，没有能打过的人儿，反正都打不过。我决定把剑姬先撇了，省着卡我钱。下波我们大地一波，看看能不能嫖来几个刀锋啥的，给个二星刀锋也行啊。诱惑一条毒蛇，寒冰不要了，我一个也一个那啥也没有。来吧来吧，快点来吧。这波给啥呢？这波给魔抗全套，
全是 money， 这全是 money。莫干了！你说去哪？刀锋给我杀！哎呀，拉克斯忘拿了哈，傻逼了，拉克斯忘了，这你妈的，挺烦人呢，这挺膈应人呢，这。你先拿着玩吧，没装备也狠，拿着吧。剩下的嫖吧，慢慢嫖。准备去死吧！哎呀，我成型了呀，这！我成型了呀，就是全是一星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成型了，兄弟们！哎，卡西奥佩亚可以用啊，拉克斯。我操，三星蛇女儿，三星蛇女儿狠呐！赶紧地啊！现在赶紧地，我们已经成型了，现在只需要地质量，就是有点贵。拿个一块钱，把这个小猫给它换成拉克斯就行了，啊，五块钱地质量，我这都对儿的，我这对儿俩都疯的，莫干辣没来，这第一个莫干辣，这第一个腰子就完事了，把这小猫一卖。不可能，老八，你放心吧，你就放心吧，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啊。这个小猫咱也不要，把它撇了。拉克斯，上两头蛇，给我蹬！啊！啊！给我蹬！刀锋后边给我杀！完了，没血了。拉克斯呢？错了，拉克斯，拉克斯，错了，错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个拉克斯，没有耀光玩不了啊。
妮蔻用了呀，用了给刀锋啊，不用。我这三星蛇女儿呢，我给点装备吧，要不把这个蛇给它放前面。完了，碰上同行了，我操！啊，不是同行，不是同行，拿那么多御剑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会死了吧，大哥？不能吧？不能回家了吧？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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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别慌啊，别慌，别慌。倒数第一已经死了，我们倒数第二，问题不大。有三星蛇女，咱就直接就锁，一个瞪就全死。别急啊，现在就差了点质量，差一个拉克斯。拉克斯有了，蛇女儿，刀锋，腰子，这不行了，这得给了，再不给不行了。随便给点装备，锁住，不地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能赢就赢，赢不了拉倒。你这个莫干辣呀，我是真服了呀，你不能往人多地方放点技能吗？啊，哎呀，他吴亦凡怎么春哥死的呀？啊，被我刀锋杀了。哎呦，我刀锋杀疯了。兄弟们，我锁血了。没跟你说就差点质量吗？质量有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莫干辣还是往后放点。这咋这么多御剑仙呢？我就说嘛，这把同行这么老些。三星刀锋，炸！刀锋炸！漂亮，刀锋！他以女刀锋没办法把我们全杀了吧？哎，哎，哎，咋这个也操了？咋这个呀？对呀，你这不咋那个呢？
简直了，这差点我就没了，把这倒数第二给他干了。这波怎么办？这波拿大蛇呀，拿个蛇，下波刷俩蛇，游戏结束，我们吃鸡了。这几个其实都血都少，就一轮的事儿，我跟你们说，就一轮。这血都不咋地儿。给两个蛇女儿。蛇。大蛇。蛇。拉克斯也行。哎呀，啥也没有啊。这个把大蛇放右边点啊，这个离子火花可能会出 bug， 跳过来一个刺客啥的，直接就给他减治疗，或者给他减魔抗。哎呦我好瞪，哎呦我操，太猛了，我这刀锋炸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地了，我们锁了兄弟们。好，把这倒数第二杀了，还剩个倒数第一啊，把倒数第一再杀了，再把这十四滴血一杀，我们前四拿下，这把拿下。还是得地下的，没有蛇女儿吗？啊，都给两个蛇女儿呗。腰子还是放前面吧，这把把腰子放前面。没有啥刺客，哎呀，这个可能有点费劲呢。他有老头啊，他老头太烦人了。我莫甘娜要死了呀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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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啊，这太猛了！倒数第一死没？我操，我为啥负十六啊，他为啥负十五啊，我服了。这老头太猛了，这老头怎么有个老头搁这儿呢？哎呀，差一点点兄弟们，给大家来个200块现金红包啊，弥补一下，结个账顺便。